McArthurGlen Designer Outlet Vancouver Airport. 讲起来应该太早死。搿只 outlet 辣辣2015年7月份就开张，我只前两天刚刚晓得。今朝天气蛮好，那跟老婆两家头兴致也蛮高，就到伊面去兜了一圈，手机拍了眼视频下来，就做了搿两只小物事来跟大家分享啊。今朝面人勿多，大部分侪中国人。里向营业员大部分侪会得讲中文啊。头顶浪向过两三分钟就搭飞机飞过去，飞了老低老低，声音响了不得了。老表想买只包，那就到包店里去兜兜吧。也是辣辣团码促销，不过我寻勿到我尺寸呀，所以也没买成过。我先功夫太阳落山了。高兴回去烧饭了，烧家就等那面的吃点么子吧。正好有只中餐，来碗紫菜汤，有牛肉，有生炒糯米饭，也解决问题了。大家看啊。